他不见我了。生日快乐嘞！生日快乐，小刘。Hello， 小刘的问，小刘定的。谢谢，感动，感动流涕。快乐 ，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前途光明。对，谢谢。完全没有想到刘超宇会提前给我过生日，觉得挺意外的吧，但是。也很开心，谢谢他。你比景色好看。谢谢。跟他说，七月的十号。他们说要七月十号的时候还要聚，在武汉聚一聚，你有空吗？七月十号710。好。啊，过来给10，我们聚一下。你的这个衣服颜色怎么跟这个蛋糕这么像？可配了，相当于他来到现场了。好啦，给你看，哎，这怎么？我来写个一，写个零来。第一，他要写的这个啊，零，零还没写呢，哎，好了，不是啊，为什么我被袭击了？就是过来看乔玉，我看我。